刚刚录了一次，然后手机方向拿错，现在要重录一次。你介绍芙蓉大饭店，你进来，这是刚刚就拆过的吹风机 Panasonic 的两个大洗手台，然后我们这个应该算四人房，因为给我们四个漱口杯，四个。那算是那个两大两小房，原来多姐两个。这是女生的，这也不算是小孩子，这我穿刚刚好哎。然后浴室干湿分离，备品也不知道这什么牌子，就这个。安呢？然后旁边先有一间免治马桶。然后免治马桶过来对面，对面这个解马桶哦，高好诶，拢未洗呛啦，只只无只无肥皂，要洗手可能爱去遐洗。好，过来，这当吊吊啥衣架，衣架旁边是衣柜，里面有多副枕头，鞋子两大两中。有体重计哦，那种四双鞋细想一样。这当做洗衣袋，这袂歹，这应该当可以转去。那够啥？逃生袋。哎呀，你在冲啥用诶？逃生袋啊。等下是不要逃生？看看逃，那个可以防止吸浓烟啊。啊，不，你可以这边弄啊。可以刷鞋子的刷鞋子哦，我从这边刷一有西装哎，呵，对哦，哎呀，对啊，试罐水，这是人家放冰块的，然后热水壶，冰箱，试罐，这是可以喝的，这一盆，哎，用掉喝啊，一盆不要紧啊。有姓名会这样吗？绿茶、乌龙茶，然后你的资讯送啥了？安呢？咖啡、奶精糖，两大床，很赞，两大床，一人一张，好爽。然后床头都有充电的，一人一个，然都不会打架，很好，一人一个。然后看过去合适，然后这是办公的，这应该放东西啦，东西带放家好啊，袋子啊什么放在这边好了。然后我们房间走出来，走出来，这里打开，哎呀，用力推开，出来，我们房间直接正对星巴克。哦，水，这间真漂亮。星巴克旁边就是桥，等一下去走沙滩，趁现在没有雨，赶快去走一走。这间超不错，海景房。过来，哦，房间好大间哦，真是不错不错。好，介绍就到这里咯。喜欢我影片的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按赞、分享是不用钱的哦。